尊敬的刘伟主任、杜部长，各位来宾、各位专家，非常高兴参加今天跨界的未来教育大会。那么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探索整脑的脑子规律，变革未来的学习。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科技的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已经和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同样也已经和将要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教育，尤其是未来的教育。也正因为这样，在联合教科文组织的教育2030框架中，在世界各国制定的教育学习的框架中，都高度的重视科技将对教育生态带来的巨大的变革。为了更好地适应这个变革，那么大家都在探索怎样适应这个新的教育的生态，怎样利用这个新的教育的生态去促进儿童青少年更健康的全面的发展，更好地提高教育质量。那么以美国的教学2030为例，它高度重视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对于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影响，更好地将这些成果用于支持个性化的学习，用于支持基于学生个性需求的学习。那么在我们国家刚刚结束的19大代表大会，党的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的基础性工程，要让每个孩子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要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就必须强调培养学生面向未来的认知能力、创新能力、合作能力。如果说你纵观国际的，包括中国的有关的面向未来的教育计划、学习计划，都非常强调学生，强调学生的学习，强调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强调学生在新的科技环境下的生态化的在环境下的学习，强调对学生的学习从过程到结果的多元化的评价，强调线上线下学习，学校和课外校外的学习的有机结合。大家也注意到，在众多的这个教育学习规划中，都特别注重了现代科技中的一个特殊领域，那就是研究学习者脑活动规律的脑科学与技术。因为这个领域对于我们理解学习者，更好地将其他科技的研究成果用于教育、用于学习、提高效率，具有重大的影响。所以我想今天得到一个结论，是希望大家关注的是，要关注未来教育，就必须变革学习的方式，要面向未来教育，面向未来的学习，就必须更深刻的科学的理解脑的活动的规律，将这些以规律的知识运用于我们未来的学习教育之中。由于人力资源的开发、认知资本的开发，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的一个领域，也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世界各国对于脑子规律的研究，已经都把它放到了国家新的战略的重点。而近20年来，一系列脑科学技术的重大进展，无论是功能磁共振、
还是光成像，还是脑电技术的进展，都使社会各界、政府、学术界的这种重视、这种可能性的这种重视变成了可能性，是我们能前所未有的用一系列新的技术和方法研究人脑之谜。也正因为这样，自本世纪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在国际的各类脑科学计划中，尤其是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启动了一系列针对儿童学习、身心健康的脑智的重大计划，而且都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将与学习有关的脑科学的研究进行了布局。英国也启动了专门的提升国家基层财富的计划，聚焦儿童青少年老年的认知功能，为早期教育、为精神疾病的预防提供重要的科学基础。我们国家自本世纪初也建立了一系列的国家平台，以北京师范大学国家科技部建的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实验室为例，它主要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学习。那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改变大脑，改变世界。那么从这儿的大家看得见，在国家也布局了一系列的重大脑科学项目，投入了巨资研究儿童脑的身心发育的规律，研究基于新的脑科学技术实时的神经的反馈技术和方法。同样大家非常关注的中国脑计划即将启动，即将投入巨资的中国脑计划将回应国家在三个方面的重大需求，这就是认知相关的脑疾病障碍的诊治、儿童青少年脑智的开发，以及内脑计算和大家关注的脑机智能技术。那么就在今年的十月，在以前多年合作的基础上，北京师范大学牵头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等18所高校研究机构成立了全国的儿童脑智研究联盟。而这个联盟的研究的成立主要聚焦探讨脑智发育的规律、学习认知的障碍以及脑智提升的相关的技术和方法。我想特别请在座的企业家能够高度关注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条件最好能深度参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下面我将根据研究的一些进展给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怎样利用脑智科学研究的成果来改变我们未来的教育，尤其是怎么来变革未来的学习。以儿童脑发育和学习为例，大家都知道人类从出生一直到死亡，大脑就在经历着一系列的变化过程。一项研究对4到21岁的孩子的大脑的变化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描述，描述了大脑的发展的顺序、不同区域的发展的一些特征。那么我们所在的实验室也正在研究中国儿童青少年的脑的发育标准，就像让孩子的体检，对孩子进行体检，对他的身高、体重、血液的很多指标进行检测一样，需要标准。我们也需要了解儿童脑的发育的标准。儿童脑的发育的标准不仅需要结构性的，也需要功能性的。探索儿童脑的功能的发育标准，还需要了解大脑的不同的分区。随着脑的发育变化，脑的主要功能、认知功能、心理功能也在发展变化。精确地描述不同年龄阶段儿童青少年脑认知功能的变化也非常重要。在科技部教育支持下，我们已经精确地描述了整个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全国儿童青少年脑认知心理的发展的一些规律。有了这样一些标准和常模，我们就更好地描述儿童的发展的水平、
存在的问题、原因，更好的评估教育质量。在脑袋认知功能类别和学习方面，大家知道我们人脑是分不同的功能模块的，那么这是人类的前额叶，这个前额叶的这一部分主管着我们思维、执行功能等高级的功能。然而我们还有个更重要的前额叶，这个部位主管着我们的态度、价值、意志，这是人类的动机系统，影响着孩子爱不爱学习、愿不愿意学习。说脑的开发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目前我们基于脑科学的一些这些初步的成果，已经初步的能够根据脑功能的客观的检测，开发更有针对性的、更准确的学习能力的评价系统，包括注意力，包括思维能力，包括自控力，能够更好的和大脑的相应的发育、发展、构建对接起来。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些研究结果，更好地对上亿的儿童的发展状况、脑袋功能的发展状况、认知障碍、学习困难进行更准确的分型判断，包括多动症、包括情绪问题、包括网络成瘾问题。大家都知道，人类脑袋记忆就是学习的基础，没有记忆就没有学习。千百年来，我们已经在行为层面上知道了很多规律。举个例子来讲，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学会不是体验在学习过程之中，而是学习之后你能不能长久的保持和迁移、创造、联想。那么，当我们不知道它的很多脑的活动规律，现在脑科学的技术能够告诉我们很多脑的规律。孩子在进行学习的时候，让我们测他的脑的活动，根据脑的活动不同模型，我们可以知道他若干天以后哪些学的东西将不会忘记，哪些将会被记住。同样，我们也可以从脑的机制的角度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分散学习比集中学习效果更好。我们可以基于这些成果建立相应的学习优化系统、神经反馈的优化系统，帮助我们的学习者、学生更好知道自己大脑的学习状态，调整自己学习的心理状态，调整学习策略和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同样，我们也可以用外加刺激的办法对大脑进行刺激，帮助孩子用调控的办法，这个来帮助孩子提高学习。这对于特殊的人群，这对于特殊的情景下的学习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同样，对于团队学习，它也可以用于提高团队的合作效率。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学习重点实验室心理学院参观的时候，正在观看这个团队学习的一个神经科学研究的实验。我们都知道，大脑具有独特的语言功能，语言的学习涉及到听说读写，涉及到耳朵、眼睛、手等不同的感觉系统、视觉知觉系统。听一个单词和说一个单词涉及到大脑的区域及其相应的神经网络是很不一样的。根据这些，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不仅能了解到学习规律，还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对学习困难进行科学的诊断和判断。那研究表明，这些诊断判断系统主要和学习阅读困难的孩子在双侧的大脑的某些部位的异常，就和正常儿童相比它存在一些异常有密切的关系。同样，用于这些脑科学研究结果可以帮助正常的儿童在学中文、学外文以及学习其他的材料的时候提高他的学习效率。大家知道，我们人脑有很独特的这个数学学习的功能，人类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数学符号体系。那么，盖里一组大学生
有的是小时候在香港长大，有的是小时候在内地长大。那么根据同一组大学生，你并不知道谁是在香港长大的，你有没有见过这些学生，但根据他们做惩罚时候的脑电活动，我们知道哪些学生是在香港上的小学，哪些学生是在内地上的小学。因为在香港上的小学和内地上的学生有一个区别，这是秦始皇时代就存在的九九表。香港澳门特区的学生学的是这个九九表，是小数在前大数在后，大数在前小数在后全都学。我们内地的学生是学这个九九表，只学小数在前大数在后，当在在小学时候学的，当你到了大学的时候，你在加固这些惩罚的时候，你大脑活动模式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同样，我们的学生可能有阅读障碍，有写作障碍，可能有书面表达障碍以及听力障碍。那么计算也一样，学生数学学习会存在各方面的障碍，简单的计算障碍，分数学习的障碍，空间学习的障碍。不同学习的障碍相对应的神经系统和网络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研究表明，计算障碍的孩子与正常的孩子相比，在一些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活动上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差距。随着科学研究的大量积累，我们可以把这些知识汇聚起来，告诉人工智能系统，告诉我们的自动化优化学习系统，既为我们的相关的机构、学校、政府了解学生学习的困难，也为我们的相关的学校、企业帮助那些有学习困难的学生，都会提供有力的一个工具。那么概括而言，我想未来的教育必须关注未来的学习。科学技术的重大进展改变了学生学习的生态环境，学生学习生态环境的变化，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倒逼我们教育的生态必须发展的变化。而关注未来的学习，就边关注未来的学习者，他们既是未来的学习者，也是未来的公民。因此，无论是从未来教育角度谈也好，谈未来的学生的学习也好，都需要关注研究未来学习者大脑的这样一个科学，那就是脑与认知科学。这个科学的研究对于我们提高很多新的科技在教育中的应用效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过去这些年，信息技术得到高度的普及，杜部长还邀请我作为教育部信息专家组的副组长。我告诉杜部长，我不是研究信息技术的专家。杜部长说，请你做的原因是现在要想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研究，真正在应用过程中了解儿童的发展，了解探讨应用的规律。现在在新的教育生态下，尤其是科技所创造的新的教育生态下，比如说 AR VR 包括人工智能，它对我们孩子的脑产生了新的影响，也为孩子脑的解放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因此，这方面的研究需要政府、大学、企业深度的合作，需要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更需要将研究的成果及时的推广应用到教育教学中，让我们的老师、家长以及孩子本人关注脑科学的知识。所以我想作为结束语，那我想我们为了孩子的美好明天，为了全世界每个孩子的美好的明天和未来，我们需要关注脑子科学。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未来的教育。谢谢大家。